橘子娱乐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姜潮。今天呢，我要挑战犀利问题20个，请回答120秒，开始。又甜又虐，特别好看。歌词中间拍的字是多少？好多次。你一直数？具体没有数啊，这反正挺多的吧？他老人。他天天吃辣条，这不算聊。他喜欢被别人夸，我一见他就必须要说他很漂亮很美。如果真的有测谎功能，你会想被谁骗？其实我真的有测谎功能，因为我平时别人对我撒谎都能看得出来。如果你撒谎的话，你会有一点微表情，比如说你看着我会不自在，或者你的眼睛会不自然，会往别处看。有可能你脸皮比较薄的话，你会耳朵红，会脸红，会流汗，会一点点微表情，会不自然。如果一觉醒来你变什么？你变成干嘛？我做我自己。就是谢谢你们支持我，我不太会说话啊，喜欢我肯定是没错的，我是一个很好的人。有反光的就会照一照吧。什么样的粉丝最吸引？特别可爱的吧，每次在网上有时候会怼我的，就给我做了很各种奇葩的照片，还配上文字的那种。网上说你看起来智商不高的样子，请问你是放贵吗？不是，帅就行了。太过撒娇的女生，不喜欢哭哭啼啼的女生。陈学冬。不化妆的时候，好贱的。吃火锅挑紫莲花吗？这个东西我是一种幽默感，我是跟大家开个玩笑。大家没有 get 到这个点，你知道吗？大家都以为我吃火锅把籽挑出来，我真的没有这么笨。对不起，我们不合适。走红毯的时候想放屁。可以放那种闷的有技巧的，放没有声音的东西。会爱情鼓掌？会爱情鼓掌？什么鼓掌？就就结婚嘛，为他们鼓掌。鼓掌还为自己鼓啊？你是听不懂？我听懂啊。为自己鼓掌？怎么鼓掌？我还没懂啊，是什么意思？你说那个，哇、哦，这么上大学的时候，姜潮哇，演技爆表。如果只能选择那么脸或者身材，你选哪样？脸。除了拍戏，最近一次哭是因为什么？昨天吧，昨天因为看了《狐狸夏天二》，被自己演技感动了。听说别人对你最狠的评价是？太多了，狠的你好恶心啊！哎呦，你这个胸肌是 P 的吧？反正很多，太多了。如果能回到过去，最想回到哪一年？我多想回到家乡。其实我就想停留在现在就好，就一直在这。我基本不发自拍，我现在都找别人给我拍。还没拍好。都是有的，都是动物的。有没有匿名回复过网友？有没有懂事的习惯？有没有做过经纪人不让做的事？有没有在刚刚的回答里撒谎？啊！啊！中计了。